剪了多少天了？不记得了。这也不记得，这里面有了很大一个口在里面。嗯，你看你，剪的，你看叫啥？我放大给你看一下啊。我不看。你不看？我不看。没有，等下给你妈妈看一下。剪了有一个留了一个角，很尖的角在里面，它就扎到肉里面，你肯定疼，所以千万不要乱剪。这个地方都给你扎破了，留了个龙。嗯，看了。来，我给你修。那个幼儿园嘛，现在好多小朋友玩那个什么。